like stars, yeah, baby, they astronomers. Look at everybody camping out with their binoculars. All up in the headlines, me and the wifey. But let them gossip, girl, Blake Lively. The way you move, the way you feel.跳舞。张一晨，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张一晨，二一年，就是跟朋友吃饭，朋友哭着喊着求我，什么就求我，非得让我来无忧传媒，他说太适合我了，因为适合我，因为适合，所有相信，每个地方都打动我，主要是老板就非常的 nice， 非常有亲和力，我就喜欢这样的老板。全方位支持，不管是财力还是人力还是各个方面，全方位的支持，肯定让你度过过去，这样子可以说每一天都是高光时刻嘛。因为我意义中的高光时刻可能不像说别人说拿了奖啦，或者是视频百万千万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觉得在大家一起共事的每一天就是很快乐，然后能给我带来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就是我意义上的高光时刻。我觉得可以尝试更多的，他们有什么领域我们都可以尝试。Oh, no.
发的是无忧之夜2023年度十佳达人张艺成，有请各位，恭喜你们，有请。爆款频出，霸占热榜，多赛道领跑，他们数年如一日的坚守创作，只为那一瞬的灵感迸发。内容创作领域匠心精神始终与他们同在。2023，祝福他们在创作路上步履不停，持续深耕内容之力。恭喜各位！这是一种认可，更是一种力量的传递，更是对新的一年、新的未来一种鼓励和鞭策。给我现场开一枪 bow TikTok baby TikTok girl TikTok baby TikTok girl TikTok 今晚的 TikTok show TikTok baby TikTok girl TikTok 就在 TikTok show TikTok baby TikTok girl TikTok 今晚 TikTok show。带你们看看无忧之夜这天干了什么。先列队，快点，后台马上开始。先去排队准备。不快啊！哎，不要理他，我要管那个，忙死我算了。来，让我打。后场了。林飞飞，好好走啊！来自一个哥哥的无奈。我要把他杀下来，走了，影响了他俩。这拉链总开。所有人准备了，准备了啊！看是天台上的星星，也是舞蹈界的新秀，有请张一晨。Thanks. Later, bitches.红毯走完可以休息一会了，走不动了，不行了，现在你想想做个精致的女孩好辛苦，我可以的，给我们四个拍一个，这不妥妥回忆杀吗？一家四口齐聚了，再来一个，录着呢，你俩就这样吧，这样吧。该进去了吗？应该是，我们还是要去节目哈。嗯，对。你们猜猜我演的什么？这勒得我肚子疼了。哇，张一晨几个月了，张一晨。我真的想给你比一个。爸，由于场内不让拍摄，我们直接跳过吧。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的想法。
understand, yeah.